稣，我的喜乐满足，在我心门不停地叩门，渴望爱我，每天与我同行，越认识你，越深。生命来回应你的爱，深深的敬拜，深深的渴慕你同在，愿我更多
大家平安，大家好，认得我吗？All right, OK, 很喜乐与大家一起的在敬拜我们的神，在这殿中，谢谢敬拜团，我们一起的来敬拜侍奉神，有神真好，有你也真好，所以对你左右人说，有你真好，然后对他说：“有上帝更好。”哈利路亚。All right， 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在这个路加福音有吗？路加福音第四章呀，18-27节。路加福音第四章18-27节。我们一起来宣读神话，一二三，请。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叶瑟的儿子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这术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你自己吧。我们所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的家乡里。”又说：“我是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0.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的果腹，
以利亚并没有奉差遣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以洁净的。主啊，我们求你继续的恩待我们，在这日子里面我们继续聆听你的声音，认识你的道，求你把你的道，这永生的道，都得以进神国的道，刻印在我们的心腔里面。主啊，以致我们可以有你的话语，有这生命的粮，能够继续的前进。我求耶稣基督的名，主啊，在你的名下我们宣读宣告你的话的时候，愿你赐福也造就聆听的人，让我们传讲的和聆听的都在你的圣灵的保守和引导里面，都被你圣灵的恩膏膏抹。我求主继续的恩待我们，以致我们都能够因上你的国，因上你的道，因上你的祝福和你的恩典。谢谢上帝保守了我们，祝福了我们，保守一些时间，我们要以圣灵的恩膏、圣灵的启示当中继续聆听神你的话语，保守我们，听我们的呼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记得在我还没有这个请假之前呢，我们传讲了两堂的信息，有关恩典的信息。其实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就是我随圣灵的感动哈，就想传讲这个神悦纳的恩典，记得吗？谁还记得？还是已经忘记了？yeah, 这个神的恩典哦，那时候我就是引述在我们本国东马巴六这个地方这个复兴，那么来让大家来看到，其实我们国家也有所谓的禧年。然后在1973年他们就发生了那个复兴，然后到今天就刚好50年，对吗？73到2022就50年。但是其实在犹太人，今天犹太人以色列人的所谓的日历里面，他们的 calendar 里面也正是禧年。这是后来传讲到第二堂信息的时候，我就发现哦，原来是这么碰巧。其实很多事情都不是叫碰巧，很多事情都是神的引导，在我们生活里面都有神的引导。神的引导会透过各样的事情向我们显现，而我相信这个禧年的信息呢，是要叫神的选民确实的知道有这回事。然后我才发现到，在今年刚过了9月25号，就是以色列的禧年。那禧年要多久呢？50年，50年才有一次。你人生里面没有几次的50年，对不对？最多只有2个哈。啊，有些人只能经历过一，我相信普遍上只能有一个禧年而已哈。那么9月25号是以色列的禧年，谁知道这日子？来向我挥挥手。牧师知道，姐妹知道，还有谁知道？其他人不知道，表示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哈。那我们知道禧年是什么呢？禧年就是耶和华的恩年。所谓的恩年，就是要他要把恩典特别在今年恩年里面释放出来，然后叫他的选民听到并相信的人经历这个恩惠。这个恩惠里面有医治，有释放，有复还。所以复还就是 restoration, restore back everything, 就是你失去了，他会重新复原哈，复还哈，无论是你的身份，甚至是你的健康和财富，你的家庭，你的健康，你的婚姻，你的呼召，神在你身上所要成就的事情，他会恢复。还有他会让你重新定位 reposition, 就是重新定位，然后进入自由，进入这个真正在基督里面的自由，在真理里面的自由，并经历得胜
然后我们有为神得荣耀，还有就是一个能够进入安息的一个恩典。所以安息不是说休息躺下休息的安息，安息你看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后来就讲他进入了安息，上帝都需要安息，更何况是我们。原来安息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重新再创造，再重新的再出发。所以这个恩典里面充满了许多的应许，许多的这样的一个恩膏。而如果神的百姓竟然不知道的话呢，我们就会错过。然后我们知道在保罗书信里面他有提醒我们，我们不是回到旧约的律法里面啊？你说哦，这个戒其实旧约里面的啊，对，这律法里面的确是过去了。但是保罗也提到一点，我们不是注重字迹，乃是什么呢？注重精义。所以精义你要进入这个律法里面的精义。所以请问耶稣死的时候是在哪一天哪一夜？在犹太人的节期里面的哪一天哪一夜？不知道。哦，这个是很重要的信仰根基，是在逾越节 Passover。 那你在旧约里面有利未人的那许多节期里面，它排列很好，新年的开始就是一个节期，另一个节，每一个节期意表着一个重大的事情会发生。但是不是每一个逾越节都好像说有耶稣基督一直要降生，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耶稣只在某一个的逾越节降生。那请问圣灵降临的时候是什么节期？五旬节。所以这意表什么呢？在犹太人的节期里面还是有神的命定。而今年的禧年是进入了第70个禧年，等一下我会再分析一下。所以今年的禧年里面，我个人的灵里面的领受就是在我们前面会有重大的事情会发生。那我们回顾以色列的全家，就是今天以色列全家过往历史里面，他们似乎没有真正的走进他们的禧年，他们从来没有真的进入他们的禧年。你在旧约圣经里面，甚至在新约圣经里面，似乎没有真正的提到他们在过禧年，没有哦，我的印象中没有啊。那知道呢，有一位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他宣告呢，禧年今天应验在你们耳中的，这位人就是人子耶稣，神的独生儿子，神的道来到人当中，是神本身把禧年带到人类当中。所以人无法进入禧年，连安息年都不能，有时候人也没有守安息日，对吗？今天我们守这个主日是很重要的，因为只有主日基本上我们才能够聆听到神的声音，才能够正式的以基督的肢体来敬拜神。所以如果主日你都不在的话，那是一个严重亏损的事情，亏损破坏无法修复，因为你没有把自己放在这个恩典的轨道里面。所以这个禧年呢，人尽了很多努力也无法进入这个禧年，直到耶稣基督他宣告了这个禧年的时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立定了这个禧年在人间，从此这禧年就在我们的当中。但是这个禧年还没有来到一个丰满的一个境界，因为耶稣最后也是被杀，被挂在木头上，那么走过了人类的教会的2000年的历史，直到有一天这个禧年会圆满的结束。什么时候？等一下我们会谈。那么禧年的主角是谁呢？禧年的主角就是耶稣基督，不是以色列。那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听到以色列的信息，最近我们听到以色列的信息，对不对？哇，原来神的选民啊，以色列啊，你哦，因为在这个创世纪12:1那边开始讲到亚伯拉罕，谁祝福亚伯拉罕，谁是蒙福，谁咒诅亚伯拉罕，谁是遭殃。所以以色列啊，你要祝福他，你就蒙福，听到没有这样的论述啊？你咒诅他，你就遭殃。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教导，我们还是要平衡并小心的处理，因为以色列
毕竟不是上帝，基督才是神。所以我们以色列对齐重要吗？在某个程度上我们需要留意，但是我们更需要以基督对齐，以神的道对齐。所以耶稣基督才是禧年的主角，我们不需要模仿犹太人过犹太人的节期，但是我们注意他们神给他们启示当中还没有完全 fulfill 还没有完全应验的预言当中，我们要注意神是一位奇妙的上帝。那我这里说以色列重要吗？以色列在神国里面有他肯定的一个位置，但是他不是上帝，以基督才是我们的救主。所以基督带下了禧年，让我们经历禧年的恩惠。 Wait a minute， 我们都要禧年，我们都要医治，我们都要释放，我们都要丰盛，我们都要得胜，我们都要有一个复还。我们失去了我们要找回，但是请你注意，耶稣他还没有宣告禧年的时候呢，什么事情发生了？我们来看另一处的经文，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一和十四节，有吗？当耶稣还没有宣告恩年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圣灵垂庇了耶稣，去到旷野。去到旷野，旷野干什么呢？去到旷野是被试探、被试验，四十天之久。他在这个旷野里面被魔鬼百般的引诱试探，然后在那边饥饿，在那边口渴，他就是否定了他肉体的需要，他克制他肉体的情欲，克制他肉体各方面的挑战，然后他胜过了。他胜过了，从旷野出来的时候，圣灵就大大的充满他，所以他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耶稣说过，学生不能够高过老师，所以老师有的经历，学生觉得呢，学生也会去跟着老师的后面的步伐前进。所以耶稣他本身经历试探试验，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神本身，然而他取了人的样式，他道成肉身，所以他必须经过这个试探试验之后，他才宣告禧年。照样的，你和我教会，我们也必须经过试验考验之后，这个禧年的恩膏就会落实在我们当中。所以请你不要抗拒试探试验，当然我们不是说自找麻烦去找一些问题来冲塞自己的生活，而是当如果圣灵垂庇我们，还是圣灵感动我们，还是圣灵引导我们，还是我们生活中无缘无故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保守了我们，神会按照圣灵给我们的恩赐恩膏和能力去胜过。所以刚才我们唱的那些歌，我们虽然软弱会有流泪会有痛苦，但是我们会 overcome， 我们会胜过。天国的里面，天国的里面不是一条平平淡淡，天国基督徒的信仰里面不是没有问题的一个信仰，不是逃避问题害怕问题躲避问题消极的一个信仰等着上天堂。基督的信仰应该是可以克服问题胜过问题，践踏仇敌，从仇敌的身体里面走过去，这叫胜利，这叫真正的配得胜利的冠冕。所以基督徒我们应该有勇敢的心，不畏惧不害怕。所以耶稣亚他要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上帝一直在的祝福他，嘱咐他什么呢？你当刚强壮胆，大家说刚强壮胆。对了，你要刚强壮胆。所以耶稣基督他不畏惧试探，他也不畏惧饥饿，不畏惧口渴疲惫。哇，你知道又饥又渴又饿的时候，魔鬼还在摆办，你把石头变食物吧，你接受我的权柄吧，不用这样辛苦了，你从圣殿里面跳下去，大家就知道你是救主了，你就一劳永逸。大家很喜欢这几句，一劳永逸，就全部听都光塞，全部都可以了。没有，每一天都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迎向我们的勇敢的这个未来，将来荣耀的未来。所以耶稣基督他必须经过试验试探，然后呢，圣灵就赐下了这个能力在他的当中，他就成就了
禧年。从此以后，禧年正式的在人类的历史的舞台上登场。只是啊，当时耶稣他虽然这样宣告，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请问他们的回应是怎样？这些犹太人，这些以色列人在哪里呢？在拿撒勒这个地方，因为耶稣回到了拿撒勒这个地方。所以耶稣回到拿撒勒这个地方的时候，耶稣说，这经应验在你这个地方了。然后他们怎样？我们来看经文一下，21-24节。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哎，不错啊，禧年很好。然后呢，又稀奇他所出的恩言。然后来了一个字，又说，又说，这个又说什么呢？哎，这不是什么夜色的儿子吗？表示什么？这不是一个木匠吗？ He's just a carpenter， 他只是一个木匠，他是我们认识的某某某，住在我们的城中，就是他。然后他们就这样，他们就拒绝他，他们就因着他的身份而跌倒。耶稣，我想他把自己隐藏得很好。他虽然在拿撒勒成长，但是他似乎没有泄露出他的身份，君王的身份，神儿子的身份，弥赛亚的身份。只有一个人很了解他，我相信是谁呢？玛利亚。但是当时他们就因为他的身份而拒绝了，所以耶稣才对他们说，你们必引述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你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的家乡里。请问耶稣在加百农行了什么事啊？你看下一次经文，在约翰这个应该是 一章里面有吗？约翰，对，2章。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们的门徒就信他了。这是以后耶稣和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所以这个事情呢，是在加百农所发生的。也就是说，耶稣在那个迦南的宴席里面行的第一次的神迹，所以拿撒勒没有亲眼看到这个神迹，他们只是风闻听闻，哦，这个人行了这个神迹，但是因为当时没有录影机把它录起来，什么 no proof or no evidence， 没有一个证据。他说：“你们自编自导吧，你们是自己弄出了一个神话吧？可能当时酒已经收在藏。”这个 地下室里面了，哦，一没有酒就把它拿出来，哦，那你们就把它骗的故事说，哦，什么死水变酒。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里面有没有神迹奇事？请问有没有？你相信吗？当我们见证一个神迹一个奇事的时候，哇，某某人病得医治，某某人经历了一个神的带领，突破他生命的困境，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感情上还是婚姻还是各样的事情里面的时候，哦，神行了一个神迹。我讲一个就好，我记得我一个牧师的女牧师的这个他的那个会友的见证。他说有一对夫妇啊，欠了几百千，欠谁啊？欠阿龙。你认识阿龙吗？你不要给阿龙认识你就好了。这个阿龙呢，哇，几百千，然后这个阿龙有枪的，你不还他很死。后来他们信了主，他说我们怎么办？几百千我在哪里去拿钱还？他就祷告祷告，听说还有禁食，祷告祷告求神，哎，发生了一个神迹哦，这真的神迹哦，你不相信是神迹也 OK 啦。昨天打开报纸的时候，他看到谁呢？看到阿龙。阿龙做什么了？阿龙拿枪去打抢什么金店，那阿龙死在警方的枪下。所以呢，他的钱就这样不用还了，喜年来了，哈利路亚。这是什么？这是喜年，这是恩年，所以这是神迹。那你可以说，哦，这是超督看，我们说，啊，这是神，子弹这么巧，但是阿龙怎么会去打抢？我们不知道，但是死在这个警察的枪下，所以他就豁免了，感谢上帝。你看，
耶稣基督在那边宣告禧年的时候，他虽然在迦南行了神迹，但是因为他们没有看见，所以他们不信。因着他是木匠，他的身份，今天在你面前是谁啊？是某某某无名小卒一个，你相信他的话吗？我们不是听这个人某某某是谁的话，我们听神的声音。所以不只是那耶稣有讲一句话，他说先知在家乡是不蒙是吧？不蒙尊敬的。所以呢，这是你们的家乡哦。你们这里有牧师吗？除了我以外还有吗？有。你们相信他们是神派来给你们的吗？哦，你们听不听他们的话？你们听不听他们所讲的道？你们信不信？行不行他们所传讲的？我相信神安置给我们的家长，无论是属灵的家长还是我们肉身的家长，都有神的心意，是看你以什么信心去回应。 OK， 所以我们必须相信神在我们这个人身上有他的美意。当你这样相信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是好的，所有事情都引述你进入什么恩年。哈利路亚。所以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嘿、hey， 你们必引述什么？我回到那个经文，上一个经文，耶稣说你必引述说，医生你医治你自己吧，你只是一个穷困的木匠而已，你什么有什么恩典，你讲不了吗？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在乎谁讲哪一句话，我们在乎这句话里面是不是出自于上帝，这叫神的灵在启示在我们当中。而如果恩典已经在他们的眼前，在他们的跟前，他们竟然不认识的话，那么我们发现到这太可悲了。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行了这个迦南的神迹，虽然在加百隆他还没有行这个神迹，但是他宣告这句话的时候，请问拿撒人他们有没有接纳耶稣？没有，他们拒绝，而且他们不止没有拒绝耶稣，接下来的经文你会看到很可怕，他们要把耶稣推下山崖给他死。这就是神的百姓手中所沾满的血，把神差来的先知推到山崖里面去。当然耶稣没有这样轻易就给他们推到山崖，耶稣从他们当中走出去了。而耶稣还没有被他们推到山崖之前呢，我们再看这个两处的经文，在第25到27节。耶稣接下来对他们说呢，我是在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天地都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的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这两个比喻里面耶稣随口就说出来了，是什么意思呢？耶稣没有随便讲话，我们知道，但是他引述了这两个事迹的时候呢，就告诉我们当时这句话里面的那个分量多严重。第一个，他说天闭塞3年6个月的时候，以利亚奉差遣的时候，以利亚是谁？如果你说摩西就是律法的代表，以利亚就是先知的代表。当先知出现的时候，没有人迎接他；当先知被奉差遣的时候，神也没有差遣去哪一个家，只去了一个寡妇。那个寡妇是谁？那是西顿的撒勒法的一个寡妇。西顿是在哪里呢？西顿是在以色列的境外，也就是什么呢？他是外邦人的寡妇。请问寡妇又是谁呢？寡妇意表什么？寡妇代表什么呢？寡妇今天对我们而言，她跟乞丐没有什么两样。寡妇是穷困的，无依无靠的，软弱之辈，贫穷的，甩死的。因为她说什么呢？如果你去看列王记上那个十多章那边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寡妇说什么？我们快要死了，我们快饿死了，就是贫死边缘，水死边缘。寡妇代表什么？寡妇代表一个悲剧，一个悲哀，一个需要拯救的人。但是在全以色列境内里面，
有多少个果腹？数不清的果腹，因为三年六个月天比塞不下雨，在饥荒，再没有粮食，再没有供应，许多果腹活活饿死，不止他们饿死，他们孩子也活活的饿死，没有人帮助他们。今天我们遇到 pandemic， 我们有政治的危机，我们有经济的危机，在我们前面的路我们还有战争的危机，还有许多天灾人祸的危机。当这个事情都发生的时候，你会看到许多人就像果腹这样，就是神家里面所谓的教会的名下的基督徒也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请你注意，当时以利亚并没有奉差遣往那一个果腹家里去，只往西顿的撒勒法那个果腹。什么意思？因为虽然是贫穷的，虽然是贫困的，虽然是衰死边缘的，但是还是对神没有信心，还是厌恶上帝的道，还在偶像的迷信的当中，还在淫乱的当中，虽然穷，但是还是在罪恶当中，是不幸的一群，是顽梗的一群。所以穷人可怜吗？穷人可怜，但是穷人可恶吗？可恶吗？也有可恶可恶的这个穷人。所以穷人理应更容易聆听到神的声音，更理当理应领受神的信息，领受神的，因为他缺乏。但是这个果腹，许多的果腹，以色列的果腹竟然也听不到上帝的声音。今天神国里面我们听到神的声音吗？今天神的先知被奉差遣到我们的家里的时候，你做什么样的回应？你会很欢迎他，拥抱他，接待他吗？还是你拒绝他？耶稣神的儿子本身当时也受拒绝，所以耶稣引述了这个事迹来告诉他们，以利亚没有奉差遣到你们当中的一个果腹里面去。接下来第二个事迹什么呢？第二个事迹讲到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又是谁呢？以利沙就是以利亚的门徒，而且他带着以利亚的双倍的恩膏，还是加倍的恩膏，对吗？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而这个人后来行的神迹比利亚真的是多一倍，哇，各式各类的神迹，斧头啊，丢在这个掉在这个河里面也可以浮上来，怎样浮完全没有 logic， 但是这是一个神迹。当他们的这个土地啊，还是水源啊，不能喝的苦的时候呢，有毒的时候，他撒一把盐，这个水就得到医治了。而人死了，果腹的儿子死了，他照样也死，他复活。以利亚能做的，以利沙也能做。当再一次 again once again 有伟大的先知出现在他们当中的时候呢，以色列境内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你知道什么是麻风吗？麻风是不治之症，是一个羞辱，是一个痛苦，是一个你的皮肤一天天的朽烂，壁纸啊什么都没有掉。我去过麻风病院的一个村庄，在中国，那是可能是最后一个麻风村的。那时候在1998年左右的时候，麻风病是很可怕的，是很羞耻，没有壁纸，没有手，没有眼睛，没有脚等等，没有药可医的了。而当时以色列境内有许多长麻风的，没有一个得医治。以利沙没有医治他们，医治谁？医治叙利亚国的乃曼。乃曼又是谁呢？乃曼就是一位 general， 他是一位将军，他是一个尊贵的将军，他是一位蛮有权柄的将军，他是富可敌国，金可灭国的一个军队的一个将军。所以乃曼代表说，乃曼带一个富裕的人，尊贵的人，有才华有身份的人。乃曼代表一个这个尊贵的一个这个象征，可能是富人还是财主这类的。但是他却患了麻风病，他听闻以色列境内有先知，他带了十塔连德的金子银子，十套的衣裳，各样的财物要来找先知。他有没有诚意？他太有诚意了。他千里迢迢在叙利亚国与他的仆人军队一起的来朝见以利沙。
以利沙有没有医治他？以利沙医治了他，叫他在河边沐浴弃吃，他越洗越白，越洗越白，越洗，哇，好像婴孩般的一个皮肤啊，比你用什么 cosmetic skincare 更好，出来全部哇，恢复健康，得了洁净。但是以色列境内许多长大麻风的病人呢，财主呢，他们讲，他们有没有 得洁净？没有。今天你在神的家中，你在教会的物联底下侍奉神敬拜神，你有经历上帝的洁净吗？你有经历上帝的供应吗？当寡妇以为他要死的时候，这位撒勒法的寡妇要以为要死的时候，他说吃了这一次死了就死了，但是他没有死，为什么？因为神的神人与他同在，他的油是不会减少的，他的面粉是源源供应不绝的。而乃曼他有了将军的身份，他也带着这个洁净的身体回到以这个叙利亚国去了。可见耶稣基督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请问耶稣可以比得过以利亚加上以利沙吗？你十个以利亚，十个以利沙，一百个一千个都比不过耶稣基督一位，因为他是道的本体，道的本身，他是万有的源头，万有因他而立，也为他而造，万有都在他权下。今天我们需要的是耶稣基督的恩典。耶稣基督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竟然眼瞎了，心麻木了，感应了，罪恶充满了他们。耶稣讲了这个以后呢，接下来什么事情呢？你看下一次经文，会堂听了这话都怒气填胸满胸，就起来呢炼他出城，把他推出去。他城造在山上，他们带到他山崖要把他推下去，耶稣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我相信美就是我们人生里面，人类历史里面，还是我们这个人的人生里面，总有某一个阶段神会进来的。但是神进来的时候，你有没有预备好来迎接他？你知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就那么一次，就那么一次。而耶稣他讲出这话，这经应验在你们的口中，今天 today now right now， 他们竟然也听不进去，还要把耶稣把他炼出城外，把他推到山崖里面去。你说我没有这样坏，我没有这样恶，但是你的心有没有把神的道推到门外里面去？你有没有把神的声音推到你的耳外去？你有把神的给你的使命和托付推到你的生命以外去？今天我们需要迎接耶稣，这个恩典才会发生。所以他们不蒙怜悯，他们不被医治。而西顿撒勒法的寡妇，这个弱者，乃曼将军这个强者，无论是贫穷还是尊贵，是就这么两位呢得到了医治，得到了怜悯。所以耶稣是怎样？耶稣就离开了加百农。我们看三十到三十二节，耶稣呢就离开了他们呢，下到加百农，回到这个地方，在加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教训众人，他们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耶稣离开了拿撒勒，重回到加百农，历史会不断的重演这件事情。圣灵的造访会在一个间教会里面，还是这一家那一家，这个人那个人身上？这个家在这个教会，这个人不接纳神的工作，神就会到他当有的地方去。后来呢，这个加百农呢就成了耶稣基督的侍奉的一个基地和中心。然后耶稣基督开始在那边医病赶鬼，传讲天国的福音，
叫瞎眼的看见，叫耳聋的 听到，叫瘸腿的起来行走，叫麻风病的得医治，叫这个被捆绑人得释放，叫这个犯罪的人离开他们的罪恶，然后叫死人复活。然后耶稣就把天国的恩典展现在他们的当中。今天如果我们宣告喜年的日子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哦，这个日子很好听很伟大，那我们听听就好了，这不够的。听到而不行道是不够的，听到不信道是不够的，听到就是要信道，就是要行道，就是把自己融入在道的里面。今天喜年宣告的时候，神就是邀请我们进入这个喜年的恩惠。请问你相信吗？请问你知道这个是喜年的日子吗？刚才我有说今年的喜年是70个喜年，请问你可以告诉我人类的第一个喜年在几时开始？ The very first Jubilee。 就是当耶稣亚和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而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这就是他们的第一个喜年，听懂吗？因为耶稣虽然在旷野里面颁发了律法，颁发了节期给他们，但是他们不能够行，因为他们还没有在应许之地。当以色列人和耶稣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这就是他们要过的第一个喜年。在什么时候？据说历史学家，还是说以色列的历史学家，他们在这个推算的底下呢，在1408 BC Before Christ， 现在是 AD， AD 就是耶稣之后的日子叫 AD， BC 是耶稣之前的日子叫 BC， OK。 所以在 BC 1408年的时候呢，他们在过第一次的喜年。那么今年是第几年？2022年。所以1408加2022是几年我教你这样算2022 将后面的22，那1408 22加08是多少30嘛，对不对？然后叫22不是20加14 34所以是3430，很好。所以总共是3430到我们今天，你除以49，因为49过后第一年就是喜年嘛，所以不是除50，是除49，这个就考人了。所以你有 computer 按一下不用了，我告诉你听到3430除以49就是什么？有人算到吗？70。今年的喜年是第70个喜年。那第七个喜年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I don't know， 但是我知道 It's something special。七十年，你要知道有很多在圣经里面的历史里面都跟七十年有关系。至我至少我现在可以想到两个七十年。第一个七十年就是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先知耶利米就提到他们要重新回到他们的地方，70年之久，在被掳70年过后要被拯救引到圣城。有没有发生？发生了，这叫应验预言，这是预言的准确性，没有其他宗教可以这么准确的告诉我们这些事情。但是圣经里面的预言句句都要定准，因为是出于神。但是还有一个70年，我想到什么呢？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以后，他们竟然把神差遣给他们的弥赛亚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说什么呢？他们这些皮拉多就说，你们把你们的王钉在十字架吗？他说钉他十字架。然后什么呢？咒诅归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他们敢讲这样的话，咒诅就归于我们和我们的祖宗身上。而主后70年，提多将军
就攻入了圣城耶路撒冷，践踏了整个圣城，毁灭了他们，把他们被掳抛到这个地的四方，抛到全世界去，就在主后七十年发生。所以这个虽然在圣经里面没有预言，但是之前第一个七十年有在圣经里面，而今天我们也进入了这七十的禧年里面。你觉得说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是好事还是坏事？请问我告诉你哦，当神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发生的时候，对耶和华的军队是好事，对耶稣也是好事，对那个进入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是好事，对西顿的国父恩年来的时候是好事，对乃曼将军哦，这个喜年临到他的时候是好事，对真基督徒你和我来说就是好事，但是对于迦南人不是好事，他们要攻进他们喜年，要攻进迦南那里是好事，他们国要灭了，民族要灭，那里是好事。耶利哥特别是不是好事，因为他们是第一个被毁灭的，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也不是好事，他们虽然是穿着以色列的衣裳，这是神的选民，但是因为他们顽梗不信，所以大事情发生的时候不是好事。拿撒勒家乡的人好事不好事？耶稣在他们当中宣告的时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是坏事，而且是罪大恶极的坏事。他们竟然把神的先知，还不是先知，神的儿子赶出去，还要推到他的山崖去。你说他们罪恶重大吗？超级重大。他们把最大的恩典、最大的祝福变成最大的咒诅和毁灭。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You're either the right or either left， 你要不是生就是死，你不是大祝福就是大灾难。你记得摩西在那个基利心山的时候，他宣读了神的话语，他叫六个支派，在六个支派在那边，一个什么，一个在呼喊祝福，一个在呼喊咒诅，谁行了道，谁行耶和华的道，就蒙祝福蒙昌盛，你家中有满盈啊，你儿女得造就得祝福啊，等等等等等。你若遵守神的道，这边就说什么呢？如果你违背耶和华神，如果你弃绝神的道，你行在恶中，你心转向偶像，你就受咒诅，你的仓库全部被敌人、被野兽吞吃，你所有的好的东西都被人挖走，连你的生命、你的儿女都一一的被消灭、被羞辱、被践踏。耶和华日子就在我们的眼前，弟兄姐妹，如果你肯相信的话，末后日子有七年的大灾难，而现在不过是灾难的起头，但是你心里不要害怕消化，因为在我们前面有大祝福。什么是大祝福？我们来谈谈大灾难。大灾难有瘟疫，有地震，有天灾人祸，有政治的危机，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什么意思？民要欺压民，国要践踏国，这个事情会发生。然后许多的饥荒，经济危机，经济不是危机，经济崩溃，金融崩溃，全部东西都一片荒糟糕的时候，这是大灾难。人生满了疾病，死亡追讨到全世界的人。但是大祝福呢？大祝福就是我们在灾难里头我们可以避过的灾难，还是说在大灾难里面我们蒙保守，我们 蒙供应，我们蒙看守，我们蒙神的牵引，因为神不会放下他的选民。而前提什么呢？前提是我们必须是 Welcome the Lord of Lords, the King of Kings， 我们要让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我们侍奉的中心，我们生活的中心，因为他是喜年的主角，他是喜年的主。而今天这话应验在我们耳中的时候，是因为出自他的口，而不是任何人的口。耶稣宣告喜年以后，有人拒绝他，
有人放弃他，有人不认识他，有人不知道那个日子是什么日子，有这样的人在以色列境内。但是也有人跟随他，开始跟随他，他们称为群众 multitude。 除了这群人以外，还有一群人，他们不只是跟随，他们紧紧的跟随。你是哪一类？他们只是、哦、耶稣有，我们就出去、哦、凑热闹一下。今天教会可能是 凑热闹的一个地方，反正星期天没有地方去，找个日，找个星期天，哇，过着这个敬虔的感觉，敬虔的日子。我们只是群众的一种，但是我们不够，我们要做门徒，我们要紧紧的跟随他。Wait a minute， 还有一群人，这群人是怎样的？对待恩典的主来到他们当中呢？他们舍弃了一切，他们弃了他们的船，舍了他们的网，放下他们的一切来跟随耶稣。他们就是主的最内圈的门徒。你有选择，你可以做群众，你可以做紧紧跟随的门徒，你也可以做放下一切，舍了网，弃了船，放下一切来跟随耶稣的人。我们来祷告。这是基督的恩典。当神的话语被宣告的时候，这个恩典无论我们信不信，它将会成就。因为神的话语不在乎人有没有相信，因为神的话语立定在天，安定在地。而今天我们的耳中听闻这些话的时候，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有自己的选择，我们可以做加百隆的人，他们就是欢迎耶稣的人；我们也可以做拿撒勒的人，他们拒绝了耶稣。而我相信，今天如果我们能够进入这个恩年，这个喜年，将来必有千禧年。哈利路亚！这才是我们最终要看到的。但是今天你过不了禧年，你如何进入千禧年呢？今天我要奉耶稣的名问你，你的心是拿撒勒的心，还是加百隆的心，还是更胜你加百隆的心？那就是我要紧紧的跟随耶稣的人。今天在我们当中有谁说我要紧紧的跟随耶稣？我要为你祷告，感谢上帝，感谢上帝。那每个人安静在神的面前，头低下，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的时候，今天有谁说我不只要跟随耶稣，我要紧紧的跟随耶稣？库拉玛玛夏卡拉玛西基，乌塔卡拉玛西拉玛拉玛耶提里里里里安达。你从你座位站起来，你要紧紧跟随耶稣的。你要真理，你不是做给我看的，你做给耶稣看。沙拉玛亚拉玛耶达拉玛耶提隆，库拉拉玛沙卡拉玛耶提里提里，哈利路亚！深深爱你，耶稣，敬拜你，你是恩典的主，你是喜年的上帝，哈利路亚！库拉玛沙卡拉玛耶提提提。摩拉拉玛亚拉拉玛耶地，摩克拉玛玛夏克拉玛耶地地地拉拉玛。我祷告圣灵临到你的身上，夏克拉玛亚达拉玛耶地。In the name of Jesus, the Lord of Jubilee, 喜年的主的灵要浇灌你，哈利路亚。夏克拉玛亚达拉玛亚克拉玛耶托托克拉玛耶耶地地。哦啦啦啦嘛呀哒啦嘛呀哆罗嘛西克勒，当喜年的主的灵在你身上，你要报好信息给贫穷的人，你要释放被掳的，叫压制的得释放，因为耶和华要带领他的百姓进入他的恩典。
因为是圣洁大的恩典，哈利路亚。哦，拉拉巴西，拉拉巴亚努，拉拉拉巴西克，卡达卡拉巴努，阿拉巴西达卡拉巴耶，提提提提，库库拉巴亚卡拉巴西。Tuhan bahasa depan sing Tuhan bahasa depan sing Oh Sekarang kau cini di sini Kau cini di sini Haleluya kau cini di sini Tau kau Sen Tidak anien Tidak wasan sang Tidak sila yau Tidak wasan sang Tidak zan mei Tidak wasan sang Karama syukur nama ye Rama ya Rama ye Syukur Rama syukur Rama ma Rama ye Rama syukur Rama syakur Rama ye Rama syakur Rama ye Shakar Rama Ye, oh, Shakar Rama Ye Tu非靠才能，非靠权势，乃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耶稣怎样把喜年带到我们当中，是因为圣灵的大能。今天喜年离不开圣灵的工作，但是圣灵还没有造访之前，我被提醒，当耶稣来的军队还没有进入迦南应许之地的时候，神吩咐他们说，起来百姓，你们当自洁。 We have to consecrate ourselves day by day, week by week, year by year, until Jesus returns back. 我们必须在主的面前自洁，分别为圣。这就是我们进入喜年的道路。我们不要害怕试验试探，因为它使我们更强壮，它使我们更有智慧，它使我们生命更满有恩膏，满有圣灵大能。今天你说惧怕，离开我，我践踏你。我祷告给刚强壮胆灵在你身上，耶稣赐给我们刚强壮胆，刚强壮胆，没有惧怕。我们要进入应许之地，我的问题我不害怕，我的试探我不害怕，我的罪恶我也不害怕，我靠着耶稣我一定能够得胜。我不怕我的问题，我也不怕人给我任何的问题，因为在我里面的是大过胜过在外面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修克拉卡萨卡拉玛克克 Go Mo La Basha Karama Yete 唱起你的灵歌，唱起你心中的歌。手唱出你的声音，让圣灵工作，让圣灵工作，不要害怕，不要怀疑。沙卡拉巴亚塔拉巴耶，拉卡沙拉巴亚杜鲁莫耶，库拉玛巴亚塔拉巴耶，拉巴亚塔拉巴耶，库塔拉巴西塔拉巴耶。
我们唱那首歌，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的敬拜你，那个副歌。禧年做什么？禧年是要叫我们跟神的关系走得更靠近。禧年是什么？禧年就是要爱耶稣。你不是爱禧年，你是爱禧年的主，因为你爱耶稣，你有耶稣，禧年就必然在你的生命的当中，你知道吗？让我们来敬拜，来爱慕耶稣。哦，沙卡拉巴耶，深深地敬拜，深深地献上我的爱，一生只愿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深深地敬拜，深深地渴慕你同在，让我更多被你吸引。与你心连心，再次敬拜，深深地献上我的爱，一生只愿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深深地敬拜，深深地渴慕你同在，愿我更多被你吸引，与你心连心，深深地敬拜，深深地献上我的爱，一生只愿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深深地敬拜，深深地渴慕你同在，愿我更多被吸引，与你心连心，深深地敬拜，深深地献上我的爱，一生只愿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深深地敬拜，深深地渴慕你同在，愿我更多被你吸引，与你心连心，深深地敬拜，深深地献上我的爱，一生只愿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深深地敬拜，深深地渴慕你同在，愿我更多被你吸引，与你心。愿我更多被你吸引，与你心连心。愿我更多被你吸引，与你心连心。愿我更被你吸引，与你心连心。上帝，你祝福造就我们的心，这个心只是要束缚你，属于你，从今直到永远都束缚你。圣灵，我们欢迎你住在我们里头，让喜年的恩膏开始在我们里面发动启发。喜年的喜乐，喜年的福分。哦，喜年的主，我们欢迎你，我们与你携手同行，直到那日，你必在我们当中。愿主恩膏赐福我们每个人，奉耶稣基督我们最爱、最爱、最爱、最宝贵的圣名，阿门，
阿们。God bless you， 神祝福你。谢谢主。